闸蟹居然还有人问我说不会做，我告诉你听，放葱姜，然后加点盐，你知道吧？凉水把闸蟹放进去，怎么做？然后你要想清蒸的话，把这东西放进去，然后把这个闸蟹，然后就倒进来，你知道吧？倒进来闸蟹之后，你就盖锅盖，盖锅盖锅盖盖盖锅盖盖盖锅盖盖盖。我还盖锅盖吗？我还教你们怎么做。煮的话10分钟，蒸的话15分钟。说，哎，先搞一个好东西，椰子焖鲍鱼。这边是咱内脏，不吃，吃就吃肉，看到没有？在这儿，一股很清香的那种椰子味儿，很酥的。双击一下，给你留一个，留两个吧，行不行？双击一下。哎呀，皮虾，很肥。丁螺。来吃啊，来吃啊！我瞅着就得点赞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大爷说给我点赞。你给不给我点赞？这才是好东西，是不是？老肥了，有膏，你看，有膏，看到吧？哦，给个双击，给个赞行不行？屏幕点两下，让人家吃，好吃呢。对，不同，哇，还热气，热气腾，热气腾腾的小包头，对不对？我一打它还吐沫，哎呦，还有干米，啊，哇，这粒粒的，真大，是不是？哦呦。黑米一样，这个帽不想让你看，黑不溜秋的，是不是？好看啊，再算计。哎呦，看到。哇，这海螺，哇，哈哈，太烫了，
哇，这边好多肉，先放一边，吃这个，吃这个吧，又太多的刺儿了。下雨了，小布隆，哎呦，小布隆还不高兴哎，不开心哎，对吧？哎呀，你看这八爪，开心坏了都。你看这个皮皮虾高兴都蹦了，呸，哎呦我天哪，你看这虾皮皮虾，呸，你看他一进来开心高兴，就是小波龙他进来有点不太开心，是吧？来点老干妈，哎呀，给我手机，可以，我靠，我的，吓得一激灵，爆头，哎，这么多的墨，哇。最有学问的就是他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因为他那个头里都是墨，是吧？好吃这个，别生气了，神妹，哇塞，大吧，这东西，只不过它是个公的，一说是公的我就不喜欢，我就喜欢母的，就是说白是喜欢女的。自我陶醉的感觉好像。这才叫扇贝肉，三口五口吃不完那种。用一手，徒步完工，吃饭喽！让你回家吃饭，知不知道？小八爪，称王哎！他还在里面跳哦！哇，好烫！老抽，加点老抽。不要不舍得加，你知道吧？家里面老抽那么多，怕什么啊？加点酱油，多来点醋，它不会酸的。你老是害怕它会酸，它上哪里酸嘛？对不对？加点水，你老是说我这是煮，我这是炖，好不好？待会儿炖一炖，它这个就汁就少了。然后你关键是什么？你给我个双击啊！你给一个。哎呀，哎，多宝鱼，还好，我给它拎起来，看到，我靠，这多宝鱼就这样子了，我靠，全是一堆骨架，一会儿再吃它的肉，先把鱼头给它扎了。
我最喜欢吃鱼头，对吧？鱼头肉不多，但是吃的香，是吧？你要喜欢吃串，你也给我个双击行不行？看俺俩对不对，是不是一个口味？我一直在担心一个问题，这多宝鱼，你说，你说它怎么，它是不是糊锅啊？哎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多宝，它这个边上给它去掉就可以了。它就有一根大主刺，我扒开给您看一下，看到了吧？看到吧，这就是，它就一根这个主刺，会。至于它是什么味道吗？我给你尝一尝。哎呀，这皮是没有，它是没有鳞的，你知道吧？给我双击，给一个。我给你看一下这个鱼，我得把这个肉放起来，看到没有？这鱼它就一根，哇，好烫！你看这鱼它就这一根刺，看到没有？我把这边也给拔开，但这个肉我得放在一边，待会儿别浪费了。看到吧？就是这样子。鱼头。香，你知道吧？鱼头可香了。喜欢吃鱼，给个双击行不行？吃鱼不吃鱼头就浪费了，你就不会吃鱼了，对吧？吃鱼肯定要吃鱼头了，鱼头多香啊！虽然骨头多，